我们弟弟问一道好不好？好，各位老师好啊，我是时代丁俊丁社的丁呱呱啊。哦，丁呱呱，太长了，丁呱呱自己现行的。Okay, 然后呢，我要提问王鹤棣先生啊，王鹤棣先生啊，你认为实验和你之间有什么共同点？如果可以从实验身上拿走一样东西，你想拿走什么呢？钱。你这也太直白了。共同点，帅气，帅，啊、太懂。哦聊点内在的呢？对，内在的，内核一点，就是想要实验的。其实他的这个钱啊，是他自己这个努力，有一身反骨，靠自己的努力去创业获得的，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成绩。所以就是实验的这种敢打敢拼、独立自主的这种，优良品德，是我比较想拿走的。嗯，精神这种可以、嗯，还行吧，毕竟巨轩，哎呀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我们是不是针对白鹿啊？算了。那我这样让白鹿挽回一程，好不好？剧里面的郑书意呢，是一个土味情话的高手。那请问一下，现实生活中的白鹿爱不爱说土味情话呢？不爱说。不爱说，那我这个可以现场来一段就用不了了。他们说你爱说。啊，我爱说。好。你有准备一段吗？我可以把，你可以把我们戏里面的说一下。我可以把戏里面的说一下。对对，戏里面的我们感受一下啊，土味情话。那是不是要找一个对象呢？可以啊，实验呗，就实验啊。好的。还行。啊，那你能猜到我要说哪一段吗？三二一，一起说吧。三二一，一说这边。你确定我们能这么有默契吗？我想想啊，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。你现在脑子里面想的是几句话？四句话。差不多。是吗？啊。那三二一，一起。什么什么的预备预备起，等一下，起头那是起什么？就预备起是会几个调吗？三二一，莫文蔚莫文蔚的阴天，孙燕姿的雨天，雨天你来吧，重新再来一下，预备起，莫文蔚的阴天，孙燕姿的雨天，周杰伦的晴天，都不如你和我聊天。行行行，好垮呀，好垮。但是我确实想的是这句。